大家好，我是凯文。2022年是台湾第一家电视台台视60周年。为了欢庆台视60岁生日快乐，以及回馈观众朋友长期对台视的支持，我们特地在台北松山文创园区4月28到5月2号举办了台视60周年特展。那么在特展当中有哪些亮点呢？赶快带大家来看看喽！那么在入口处呢，大家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台大电视机，搭配后面的 LED， 那你可以从旁边走进来这边拍照，看起来就好像你人就在电视机里面一样，真的超酷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到特展的地区起源区走。台视陪伴大家一甲子的时光，在这60年当中呢，有非常多珍贵的电视历史文物跟照片，在这次特展当中首次展出。包括现在大家看到呢，这是1962年4月10号台湾第一栋电视大楼破土典礼，还有台湾电视公司试播酒会的照片。这个照片呢，更是非常的有意义哦。这是1962年10月10号台湾电视公司开播典礼的时候，恭请到前总统夫人蒋宋美龄女士莅临台视，然后呢，按下了遥控电钮播出电视讯号，台湾自此就正式进入了电视时代。那么在台视呢开台的时候呢，随即就发行了电视周刊的创刊号，那内容呢是以节目时间表还有一些节目介绍等等。那这时候当时呢一本定价是4块钱。好，这个内容呢大家来这里呢是可以自己稍微翻阅一下的。以及呢这一区是随后发行的电视周刊，我跟你说在这边呢上面你认得谁哪些艺人，就代表你可能是那个时代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认得哪几位。这不就是我们的天后张惠妹吗？还有旁边这个，我知道她就是那个对你爱不完，就是我们的郭富城嘛，我们的天王。好，旁边还有张清芳、东方不败，还有歌神张学友。哇，这边真的是非常非常多珍贵的电视周刊，我们都放在这边了，大家也可以自己来这边欣赏参观一下。另外呢，这一区大家不要以为呢台视只是一家电视台，其实呢一开始呢台湾的第一台电视机就是台视生产出来的哦。你看到这边呢是我们第一家电视制配厂这些珍贵的照片，那可以看到呢当时呢我们的生产线就在台视中央大楼的地下一楼，然后呢我们在1962年的9月就正式生产了第一台的电视机。这第一台的电视机噔就在这个地方。当时你知道吗，台铁啊就是一个便当只要2块钱，但是呢这一台电视机要4660元。你看这个电视机在当时那个年代多么的珍贵啊。好，这是第一台嘛，那这个呢是我们的最后一台的台视牌黑白电视机，我们也通通呢都在这一次的特展当中展出了，真的是相当的具有时代的意义。那么从黑白电视进入到彩色电视，其实当时呢新闻部呢还不叫新闻部，我们那时候是隶属在节目部里面的新闻组，那之后呢我们也独自升格了变成新闻部。接下来就带大家到新闻区来看看咯。我们现在来到了新闻区，等一下在那个主播台上有人呢，我们今天有请神秘嘉宾吗？你好，欢迎收看台视新闻，我是张宁。头条焦点带大家来关心到台湾第一家电视台台视今年欢庆60周年，特地举办台视60周年特展，现场情况请记者凯文来告诉大家。好的，主播跟观众，我们现在来到台视60周年特展新闻区。这一区有什么呢？我们赶快带大家来看看咯。哇，这一排如果你是摄影爱好者的朋友一定会看到他们非常兴奋。这边是从1962年到2022年摄影机的一个进化史，从一开始呢使用的是胶片式的摄影机，慢慢的就开始进化咯，变成是要装录影带式的摄影机。这边看到是电子摄影机，还有呢我们可佩戴携带式的一个录影机的装置。那再来呢就进化到了 SP 摄影机，接下来就是 SD 摄影机，最后呢噔我们现在进入了数位高画质时代了，所以最后就是到我们的 4K 摄影机啦。所以说呢来这边呢你就可以直接看到这60年来摄影机的一个进化史。当然呢在这60年的时光当中，台视新闻也帮大家呢见证了非常多重大的历史时刻哦。所以我们这边呢可以看到像是等一下我们是巨星我们跟他巧遇了。巨星你好，你也是要来导览的是不是？OK， 那你先忙哈，我们等一下后面再相会咯，拜拜，谢谢你，辛苦了。还是你等一下要体验一下主播区。好，那你先去，Go！
好，那当然呢，你来到了新闻区，是不是很想要自己来挑战一下一日主播？没有问题，你想要的愿望，台视特展台视一次都帮大家满足。我们这边呢，扫完这个新闻主播初体验的 QR code 之后，噔噔噔噔，你就会得到一个 IG 的滤镜。接下来，我们主播台上已经有人哦，我来看一下巨星，好可爱哦。对，你就可以像这样，但巨星把我们的最新消息的最新两个字完全的挡住了，用它非常具有优势的一个身躯。好的，没错，你会得到这样的滤镜之后，你可以自己在这里来拍摄，就像是你自己化身为主播一样哦。但说到主播，等一下我们原本的主播张宁人呢？张宁，我在这里，喜剧中心区。你也跑太快，太迫不及待了，是不是？因为你看看这些节目，是不是很有怀念的感觉？强放出击。对呀、啊。龙兄虎弟、这个我小时候超爱看，必看，我一定要蹲在电视机前面。没错，尤其是对经典单元音乐教室，你是想到那个背景音乐，对，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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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现在呢都是持续在播出当中，其实很可惜啦，因为呢我们这今年的特展呢本来是有安排让综艺三国志的主持曲可以跟粉丝们见面，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为了大家健康考量，所以呢我们取消了这个见面会的活动，有点可惜。对，那说到这个经典节目，其实台湾的选秀节目始祖，你是不是想到三个字的？没错，跟数字有关，没错。一个灯，两个灯，三个灯，四个灯，五灯。灯五灯亮，新闻过后又来到的那个五灯奖，没错。那今天呢，你都已经来到这个舞台上了，是不是想要自己感受一下这个卫冕的感觉？胜利的感觉。那就来当一下我们的卫冕者哦。我们恭喜卫冕者，五灯之星。好，你就可以自己戴上我们的这个彩带，然后呢，就可以自己来当个卫冕者咯。那以前呢，这个卫冕者，大家如果你有印象，你是有看过五等奖的朋友呢，知道那个奖宝座是会升上来的。但是我们今天呢，现场没有手摇过来，所以呢，我们自己自动式人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爱戴支持。没错。好，那我们这个五等奖的这一区呢，我们就是让大家可以来这边体验一下。对。除了这个之外，节目很经典之外，我们还有很经典的戏剧。没错，其实戏剧讲到的戏剧，相信大家应该都耳熟能详。而且最近台视60周年，我们还特地为了这个60周年做了一个台庆大戏，就是《嘉庆君游台湾》。没错，而且金碧辉煌，我们很有诚意，也把整个龙座都搬过来了。没错，这是皇帝的这个宝座，所以呢，我们今天也来，我们刚才当完卫冕者，现在马上对就要来，就是感受一下皇帝的感觉。今天也太幸运了，那我们来跟孔兵，你也可以自己坐上这个龙椅啊，就是感受一下当皇帝的感觉。挺那既然我们都已经来到了这个嘉庆君游台湾的布景了，不是要用台语讲一下？当然，有没有？我们不能丢了我们台语一哥于中哥的脸。我们要特地跟他请教过。对，我们要来念一下我们的嘉庆君游台湾这个 slogan 啦。好的，来开始吧。我们要加油，加油。好，你先。嘉庆君游台湾。我觉得我们还是好好做新闻就好了，然后统一。好啦，在典礼区呢，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摆放的是第30届、第20届金曲奖颁奖典礼，另外还有第47届金马奖以及第45届金钟奖颁奖典礼的舞台模型。那这些舞台模型呢，都是台视道具制作师傅叶辉龙师傅亲手制作的，真的超逼真的。对啊，而且那边还会动，真的很厉害哦。那当然呢，说到这个台视转播大型的颁奖典礼，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金马50。对，那时候呢，历届的影帝影后回娘家，在那个颁奖台上面呢，一字排开，好感人哦，壮观的。我自己的话是金曲25届的时候，人家那时候也是非常的壮观，然后很多音乐人都齐聚一堂。没错，还有那个杰森马耶兹。对，所以呢，其实那时候感觉真的很像在看格莱美一样，国际级的享受。对，好，那除了颁奖典礼之外呢，每年除夕夜的时候呢，台视已经连续13年是自制的，对，除夕特别节目。
同伴，反应能大赏，陪大家一起汉番除夕夜。那在这一区呢，哇，你可以看到这边有我们历届红白的工作证啊，还有我们的门票。对，那另外呢，这边呢，照片里面也可以看到，我们之前呢有几届都有呢邀请到海外人气团体来台湾呢参加红白，陪观众一起来度过除夕，迎接新年。还有这一面墙，就是来头不小，就在疫情之后才有的口罩。对呀、啊，但就算疫情这么严重，还是很多大咖愿意来到红白的舞台上，像是萧敬腾、林俊杰，还有我们的王心凌啊、瘦子，有没有？这些大咖们都是还是很尽兴的来到我们这边表演。对，那我们今天呢，这个特展的介绍大概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就是分这些。等，还有一区是互动区，很重要。要做什么？我们带大家去看看喽。走，最后一区互动区可以做什么呢？拍照。巨星在这里等待我们吧。这边我们可以来拍照，然后它可以印出照片哦。然后我们摄影大哥，我们可以近一点来看一下。我们这边呢，其实有分三个滤镜，那我们就是已经选好了。你看，我们刚刚有介绍到电视周刊，没错。对，然后我们这次选的是巨星的滤镜。开始了，好，自己没关系，总之呢，你就是可以好啦，可以啦。然后你可以呢拿一些，我们这边有准备一些手拿牌，没错。比方说像电视机，上电视了，好特写哦。不行，有眼睛跟鼻子，好，没生气的。你可以自己拿这些手拿牌拍照啦，非常的可爱。那当然呢，今天你来到这个台式六十周年特展，不只有得看，还有得拿、哦。没错，我们有好多礼物呢。如果您是1962年4月28号出生的观众朋友呢，你只要拿这个手拿牌一夹子的台式朋友，然后呢拍照打卡分享到社群上，你就可以得到什么东西？这个口罩，还有马克杯，是不是很漂亮？周年特对呀、啊，你看，特别设计的 logo 哦。然后另外你也可以得到这个酷卡。对，那如果你是1962年出生朋友，你还可以再另外得到2023年的红白门票。天哪、啊！但要是他不是1962年出生哦，就是你只要是4月28号跟台视同一天生日的朋友，也可以得到马克杯口罩还有酷卡。那巨星，你是1962年4月28号，你是童颜呐、啊、你？你是巨星阿公，超冻龄呢。这些等一下你都可以带回家。对呀、啊。好啦，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特展带大家来逛逛了。那欢迎大家一定要在4月28到5月2号这几天，赶快来参加台视60周年特展喽！那我们今天就。